熬虾，这点熬虾花了1000多块钱，然后反正也合个100来块钱一只吧。海鲜就是贵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最近快手可能录海鲜比较火吧，基本上一录海鲜就能热门，录别的就白搭，点击率上不去，也得录啊，对吧？没办法，来一只尝尝。来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来宝贝，哎呀，有好东西一起分享是吧？别自个儿吃了。这熬虾是刺身中的精品，我吃我还没吃呢。是吧？